什么？王者荣耀又被盗版啦？说是一款叫做野外冲击战的游戏。那么不得逼逼，直接进入游戏。哎哎哎，这游戏怎么啦？怎么一直闪啊？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游戏啊，这是游戏特色吗？我重新进一下试试。啊，怎么还这样呢？这游戏不会就是这样的吧？这让人咋玩啊？这样就这样，我退了灯，灯了退，最后这游戏终于是彻底不行了，直接干黑屏了。那这不行啊，那我视频怎么做呀？最终我在某程序中也找到了这款游戏。哎，这回好了啊。那么进入游戏之后，我直接来到了商城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游戏的物品还是很便宜的啊，大多数都是一块钱还一毛钱的，应该是想薄利多销。不过这个复活石是啥玩意儿啊？战斗内消耗可以直接复活啊？只要有钱就可以无限复活，还有这种操作呢？接下来也就没什么了，什么段位保护卡、英雄皮肤之类的，就跟王者荣耀都差不多，但是这里的皮肤都卖得很便宜啊，啊，估计它不便宜也卖不出去。但是下面的这些特权卡真是太不要脸了呀，竟然还有免广告卡，我不看广告还得花钱，然后每天还有次数限制。另外这个 VIP 卡，战斗复活免复活石，那不就是说只要办了 VIP 卡，在游戏里就能无限复活了吗？这游戏原来是给有钱人玩的呀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。